供滚技术区别于传统的柴油系统，这是一个由电控单元控制的闭环燃油供给系统，其喷射压力的产生和喷射过程完全分开，是柴油机节能减排的核心技术。在中国，可装配供滚系统的柴油机保有量约为1000万台，可长期以来，巨大的市场始终被国外品牌所占据。保护生态环境，打破行业垄断，推动内燃机行业健康发展，已成为每一个民族企业肩上的重任。